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你怎么了？满头汗。刚才太难受了。哎，你怎么没点点吃的呀？谁啊？啊？哦，还是我家人呗。跟你说了，不是今天，不是今天。 不是今天，不是今天。不是今天。哎，苗苗，你带充电宝了吗？手机没电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没电了吗？它这个贵。你还真是个会过日子的好男人。必须的。哎，我去外面找个便宜的，你等我。 饿了吧，快吃。你这迷糊迷的挺久啊，哎呦，汗都爬出来了。